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啊！今仔日我会当代表玉山圣医来恁中间啊，做请安啊，做感谢，也会当做玉山的报告啊，也会当啊，伫遮讲道来分享上帝话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上帝恩典。其实洪山教会啊，对我来讲啊，差不多有二十年久啊，会熟悉。因为迄阵啊，萧基田牧师啊，迄阵做阮玉山圣医的董事了后，伊嘛有做过董事长啊，所以玉山圣医甲我至少对洪山。还有一份感情，所以我今天可以来，这是很久的时间我所期待的啦，今天可以来，感谢过去您对玉山圣医的关心，带导和奉献支持，为着咱对玉山圣医的关心，可以较集中吼，特别是今年吼，学校吼真着急的代志，我伫遮用短短时间做报告，已经十几冬吼，玉山圣医讲要去综合大楼，今年即、這个硬体的即个建筑已经起好啊，上尾馆第五层是拜堂。今年计划会当伫六月份学生毕业典礼会当伫拜堂举行，因为我已经有十四年久吼，拢伫外面吼搭布板举行毕业典礼所以拄着落雨也是风台足不方便阮期待今年六月会当伫。新的拜堂内底举行毕业典礼，总是院长两礼拜前有报告讲，六月第一个礼拜第一礼拜，爱付7000万吼，院长讲目前还阁欠700万左右，这非常着急的代志，万哪会当来关心为这个代志来祈祷谢谢有感动会当奉献来支持。第二，我要甲咱知就是，对台东到华联吼，较晚海沙面的教会，差不多有40间的教会是算是弱势教会，所以到目前有40间的教会，至少有30间教会吼无木者啦。因为足细间，中会有计划讲两间教会合作会，总是无一间教会愿意将因的教会关门啦，所以伫即款的下面圣医玉山圣医就是派学生去，所以用即个周末的时间去教会帮忙，学校的准备一个社内和一个学生吼，对3000到8000的中间，较远的学生可能得有8000吼，较华联附近3000到5000吼，这是嘛是对经商费吼来付出的，所以有30个学生吼，伫这弱势教会，所以这是嘛是学校的负担嘛，所以万难。有即款的感动，无好遮原住民的教会关门啊吼，会当继续遮做即社区的即、這个做盐吼、做羹的即款的功能吼，咱会当来继续关心、祈祷、甲奉献。照咱今仔日的圣经节这是咱旧约的圣经节吼，耶稣伫圣殿内底。做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
赶走一个做生意的人，车倒一个换一个人的桌子，还有卖鸽子的椅子，这拢是耶稣所做的。第二耶稣做的代志就是医好车眉甲歹脚的。了后耶稣对这圣殿出去了后，过一暝，早起伊看到一丛无花果树，因为伊枵，伊看无规矩，然后伊甲树仔讲，对即时开始，你永远都无结个规矩吼。了后即个树仔两边孤单吼，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三项的代志。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支持同意也接受耶稣伫圣殿所做的，就是挂造做生意的，医好青盲歹脚的，总是耶稣伫路边夹一个无花果树，咱和本说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让它永远不结果子。耶稣做这款的代志，咱会怀疑啦。为什么咱怀疑？因为耶稣捌四十日无食，了后撒旦甲伊讲，将石头比作面包来食。迄阵耶稣安怎讲？人着我，无拄拄我去食物。爱挖课上帝的话啊！伊只有过一暝，先出人看十七、十八、十，搁一边看。耶稣出城到伯大尼，伫遐过一暝，了后再去，伊腹肚枵，所以伊过一暝腹肚枵，地到要加一个无花果树，诅咒让他。永远无结果子，你敢会当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啊？你欲伊欲安怎交代伊过去所讲的？无拄拄我去食物，我去上帝话，所以人怀疑，不但人怀疑，咱无接受安尼耶稣安尼讲，安尼做，特别伫犹太人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他们非常重视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客对外口入城，袂当安尼，予伊邀歌啦，过一暝啦。咱会当看路加福音十一章迄边，耶稣捌讲，有一个人吼。半暝去伊个朋友，了后伊个朋友无啥物食物，了后这朋友去厝边敲门说：“我有个朋友来了，我家里没有食物，能不能提供食物给我的朋友？”所以因有这个文化，人客来绝对袂当予伊邀个过一暝，所以有遐尼好个文化，因为因是。对阿伯拉罕都有这款的教示啊，因为阿伯拉罕当时嘛有接纳一个陌生人，然后这是上帝提醒，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陌生人，他一定好好的宽待，惊讲这是上帝的提醒，所以绝对耶稣去伯大尼绝对无邀约啦。特别伫伯大尼家这个城内，耶稣有真好的朋友，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咱知这两个姊妹，因的兄弟叫做亚撒罗，捌和耶稣对象中割话，他们欠耶稣的人情啊。特别这个马大遐尼贤煮饭，请人食。我相信耶稣绝对
无妖歌啦。总是咱今仔日早起的圣经节有提起啊，耶稣妖歌。到底耶稣的妖歌是什么？绝对不是肉体的妖歌啦。咱去这边来搁看十九节，十九节，早起倒转城，华语这样说：早晨回城，倒转去耶路撒冷，这是 keywords 啦，这是上要紧的啦，上要紧的字啊。倒转去城内，引起伊的妖歌啦。为什么？因为伊站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伊看到圣殿有做生意的人换钱的这个刀啊，所以看到这款的现象，伊感觉妖啦。所以要倒转去的是伊妖，毋是看到无外过就伊妖啦，是要倒转去这城内伊妖。到底为什么伊妖？因为伊看到这款的现象，对，伊发现这个圣殿无存叹上帝旨意，无完成上帝工课，所以无存叹上帝旨意的圣殿，无完成上帝工课的圣殿，造成耶稣的妖歌啦。咱怎样知这是重点？请咱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约翰第四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伫遮安尼讲，伫这个时阵，学生甲耶稣讲：“先生，请你吃。”耶稣讲：“我有食物是恁唔知的。”学生想讲，敢有人摕什么米予伊食吗？三十四节，耶稣讲：“我的食米就是寻探找我来的旨意。我的食米就是寻探找我来的迄个旨意，完成伊的工课。”意思就是讲，无寻探上帝旨意，无完成上帝工课，耶稣会枵啊。安尼是，咱会当发现有一个问题：圣殿是照上帝旨意起的，照上帝旨意起的圣殿，到尾无照上帝旨意得行。安尼是，咱的教会也是照上帝旨意起的，奉主耶稣的名起的，也有可能教会照圣殿的脚步行，到尾奉主耶稣的名起的教会违反耶稣的名，我都顺从耶稣的名来完成上帝旨意的工课。安尼是同款，圣殿造成耶稣的妖歌，教会也会当造成耶稣的妖歌。伫中间真奇怪，咱教会，咱讲咱要来教会领受上帝美娘，和上帝来优持咱，啊，总是上帝有赐的教会，教会造成亚述的妖歌，这是非常讽刺的画面。
所以要咱要怎样，让咱的教会无造成亚述的妖歌？我对咱拄仔所读的圣经节，我要提出两点：咱要怎样，咱教会无继续行亚述所看的圣殿？咱会当，咱所做会当造成亚述的爸爸，吼！啊，我伫遮要用咱拄仔所读的圣经节提出两点。第一就是，咱的教会一定要提供分享救赎的功能，教会要提供更加开阔的分享救赎的功能。迄阵耶稣看到这个圣殿造成伊的邀歌，就是圣殿无法度提供更加开阔的分享的救赎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因所设的制度限制上帝救赎的恩典。本来圣殿的起的时，照上帝旨意，就是开阔上帝救赎的功能，也就是所有犯罪的人，所有违法摩西律法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他所幼稚的牛甲油到圣殿来献祭。总是到耶稣的时代无法度，拢通过爱买祭物兑换钱才会当献祭。安尼的制度就是限制啦，本来所有人会当献祭献乎上帝，总是这个制度呢的限制足济人，特别耶稣迄个时代，信仰人超过75%以上，所以信仰人都无法度通过这个制度来买祭物来献乎上帝。所以耶稣讲，圣殿本来是真多祈祷的，就变作插修。啊，为什么要耶稣讲这个？不是讲无祈祷，有啦，一日超过1,000以上啦，的祈祷，因为当时的祈祷就叫做献祭嘛。有遐尼济款的献祭，无同款的献祭，当时有几个祭司哦，每日伫圣殿来执行献祭的工作，一日26个班次啊。迄阵祭司伫耶路撒冷超过8,000个啊，这8,000个祭司至少爱一年爱轮4遍啊。所以有遐尼济的祈祷，在耶稣的眼中没有看作祷告，看作是盗贼。这些人聚在一起，圣殿就变成贼窝了。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本来上帝旨意是开阔的，救赎的恩典开阔，有几个人设一个制度，和上帝开阔的救赎恩典变作 AA 啊，只有几个而已，25%会当，75%不当。所以什么人和这75%无法度得到上帝救赎恩典？设制度的圣殿啊。所以设这个制度的圣殿，亲像强盗同款，强盗强了75%的神的赦免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制度设了后，有遐尼济人无法度得到上帝恩典了。制度就变作强盗同款，抢夺了本来要透过圣殿让更多得到神的恩惠的人受到限制嘛。所以耶稣的看这个祈祷无算祈祷啦。当然，咱袂当遐尼早的欢喜，
好佳哉，我一日敢那一边祈祷，三遍，可能较认真的祈祷多，可能有六遍。啊，无互耶稣看做祈祷，要安怎？当然，咱教会现今无即款的制度，总是咱心内有制度。咱常常求上帝赦免咱每一个人，求上帝祝咱每一个人。总是咱无求上帝赦免祝福敌对我们的人，也许我们没办法祈求神来赦免祝福外面的人。安尼是无制度，总是咱心内会含着上帝救赎的恩典。安尼是咱继续伫教会组织，这教会就变作贼心。所以教会无论有制度无制度，上要紧就是通过咱每一个人上帝救赎的恩典，会当拉开看哪好。因为上帝本来去这个圣殿，也是去教会，就是通过教会将伊的救赎的恩典来传出去。真可惜，有足侪教会制度，有影含着上帝旨意。我用几个教会例，我所看到的最近的，阮以前的院长啊，叫做童春发啊，伊后生啊，四五年前吼，要啊结婚啊，这个童院长讲啊，想要将伊的后生吼。的婚礼在伊个母会，母会就是屏东县马家乡北叶村啦，好，底下来举办。啊，结果教会的制度的关系拒绝，院长的后生袂当伫母会举办这个婚礼，因为制度有规定讲，伊细汉的时无参与主日学，啊了。成人会员之后也无奉献，啊，特别伊个对方即个路，而且新娘这个地方啊，他们是巫师啊，来一乡很强的巫师，啊，这毋是基督徒啊，所以袂当伫拜堂举行婚礼安尼，因为制度的关系。结果有一间教会无这款的制度，也是百万中会啊，无一间教会啊，所以接受这个院长的后生伫因的教会举办这个婚礼啊，结果这个巫师代表婚礼一中间，伊代表家属来讲话，伊安怎讲？伊以前。在一间教会，总是毋捌入教会，也毋知教会伫创啥物。啊，通过这个婚礼，我听牧师讲道，看遮会友，即款的祝福对这个新娘的祝福，足感动。所以因为感动呢，对迄阵开始，就参加教会啊，信耶稣。所以这制度开阔了后，这些人都可以通过教会活动，信仰的共同团体也让他感动，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看到圣殿，就是因为制度的关系，无法度将上帝救恩的这款的救赎分享更加宽。所以教会爱想，咱的制度敢有继续限制上帝恩典，限制
上帝救赎对外面的人，咱一定要修改啊，合上帝设立圣殿甲教会之意，安尼咱会当完成上帝的工课。第二，造成耶稣的邀歌啊，的第二点，也就是咱教会无予耶稣继续邀歌的时，咱一定要创造信心的感恩，创造信心的感恩。咱耶稣看到囡仔吼，伫遐阿乐上帝时，有宗教领袖生气。啊，耶稣讲，恁敢有听过婴仔也是食呢的一款的阿乐？所以上帝介意欢喜的囡仔的感恩，为甚物？因为单纯无复杂，因为囡仔的感恩无条件啦。无因果关系的这款的修法啊，完全出自感恩，这是耶稣所欢喜的。总是当时耶稣所看到这款的圣殿，因的感恩通过献祭的感恩呢，拢是起造的因果关系的信仰，也就是讲上帝祝福欢喜来感恩，上帝无祝福都无需要感恩嘛。所以这是条件的感恩啦，因果关系的感恩啦。上帝赐予我一百，我感恩一百；上帝赐予我十两，啊，我奉献十两，感恩十两。啊，这款的是耶稣所看到的这个圣殿的现象。所以，因为上帝通过耶稣，绝对不是用这款的条件式的这款的感恩和信仰收束人，因为上帝知咱世间人是有罪，咱是软弱的人，啊，上帝将伊的子收束咱，绝对不是徛在因果关系。耶稣上帝徛在因果关系，当然伊的子收束好人啊，收束义人啊。总是伊个囝是受死予罪人嘛，无用因果关系来看，所以呢，上帝用超越因果关系来宽待咱，结果教会呢用因果关系来宽待上帝，所以造成耶稣的邀歌。咱看马太二十章吼，咱头前十章吼，耶稣捌。因为这款的因果关系，耶稣提出一个譬如吼，第二十章，这葡萄园的这款的譬如有人再去葡萄园做工课，了有一个人九点，了有的人是下午三点，啊，搁有五点，也差不多搁一点钟就下班啦。好，啊，结果这个、主人哦，拢享受相款的工资，啊，什么人受气？当然，一日做工课，啊，一日收到这个工资，所以为什么受气？因为看到只有一点钟的人做工课，啊，得到一日的工资啊，所以亲像这个耶稣在圣殿医好一个青盲拍卡的，这些人受气啊，为什么？因为车门排卡在圣殿可能只有做八点钟的工作，车门排卡他没法做一日的工作，在圣殿因为他的身体的关系，车门排卡没法做八点钟的工作，只有做一点钟啊，可能八点钟。啊，耶稣呢用一日的工资哦来给他医好，所以这些人呢受气啊，所以耶稣不是用条件，不是因果的关系来宽待咱，
中西教会就常常用因果关系来宽待上帝，所以这款的教会就造成耶稣的邀歌。但在耶稣的十字架绝对不是因果的关系，因果关系就是十字架是罪的结果，十字架就是罪的结果。总是耶稣不是罪人，他是好人，他是义人，义人受苦，这绝对不能用因果关系来理解。所以耶稣所欢喜看到的这款的圣殿的献祭，教会的感恩的奉献，绝对是超越这个因果关系的奉献，就是要创造信心的感恩，这样才能造成耶稣的爸爸。最后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十六节，其中有一个看到伊家己已经好，回来大声归荣光给上帝，落伫耶稣的脚前感谢伊，这是撒玛利亚人，伊感谢，这感谢是甚物？耶稣怎样来解释伊的感谢？请咱看十九节，耶稣甲伊讲：起来，行，你的信救你。咱以前，咱教会传统，咱相信耶稣会当得着救，只有信才会当得着救，总是感谢会当得着救。除了这个感谢是超越因果关系的感谢，才会当加做救恩的根据。这超越因果关系的感恩，就是意思就是，今年你无收到上帝祝福，总是你有缘献感恩的奉献。今年上帝无照你的计划来完成，你只有一半的收入，无达成你百分之百的计划，总是我有缘感恩，这就是得地球的根据。因为超越因果关系的感恩，耶稣看了假罪神同款会当得地球。当然，超条件式的这款的神感恩无简单。对我来讲，我伫高山城服侍已经二十几年，总是十几年前，我伫高山城，虽然我是老师，总是我的服侍有关伫因果关系，所以我嘛是算学生，较聪明的学生，我积德如门；较含慢的我无爱，因为我付出足侪时间甲精神。我所得到的也是很少，因为在高山圣安医这个积德论文吃鸡只有四千块，一礼拜两点钟，四个月三十二点钟，只有四千块，没法做评定，你付出那么多得到那么少会计较，所以要找一个比较聪明的比较好含慢的就没法。总是我上帝疼我，所以当我十几年、十二年前、十四年前，我开始写一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教授完成的时候，伊甲我讲，卡比牧师，我甲你讲，我接受你做我指导你的论文的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伊讲
不要接受他了，因为伊较含班啦。啊，比较其他博士班的学生哦，即较比牧师较含班，伊英文无好，会花费你很多的精神呐。啊，你指导又不成功，你指导教授的名字哦，会印着他哦，会把你拖下水。啊，所以哦，卖接受安尼啦。总是这个教授呢有接受我，哎，接受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啊，我以前接受我的教授，亲像我以前安尼哦，我惨啊，我都无法度完成我的博士。感谢主，我的教授无亲像我，爱算较聪明的，啊，接受这个教授哦，亲像我，无爱算这个较暗班的，我都无法度完成。啊，所以这个教授进来。来记得我完成了，我很感谢上帝。我的感恩是什么？我照一脚步来行。所以第九三成绩了后，较含班的学生我选。啊，延期毕业的今年无通过，啊，明年我接一个学生。所以我付出较侪，唔是一礼拜两点钟嘛，可能十点钟，甚至呢。牧师娘啊，中午回来，因为伊伫图书馆上班，啊，看到学生的时，你怎么还没有把学生叫他们快点回去，回到餐厅吃饭？我甲牧师娘讲，我已经煮饭啊，已经煮好啊，要请一个学生啊，因为我同款啊，我含班啊，记得老师记得我超过十一点半一点。啊，老师有打电话外面啊，送米来吃。所以我安尼做时，我发现这些学生通过安尼来指导了后，当然因感谢，总是我的要求，请求老师同款。老师跟我讲，好教册，付出。我就跟学生讲，不要谢师宴，唔爱请我。你去教会好好牧会，你的牧会的成绩是上好的感恩啦！真感谢上帝，几年来我所指导学生拢有真好的一个故事。啊，四年前有一个毕业生，啊，毕业了后送去一间教会，已经二十几年，啊，拢是智慧，啊，礼拜无到二十个，底下两年了后。会有超过90个，啊，另外一个学生啊，毕业了后，伊送去一个淡薄，啊，淡薄弱势教会，迄、那个教会已经37年是布道所支会，了后这个学生去啊两年哦，变做堂会啦，所以耶稣所欢喜的，造成耶稣爸爸的。绝对不是计较的方式，绝对不是用因果的信用，一定要超越。保罗伯讲，我细汉的时候，伫即个律法的下面，受律法来扶持，律法就是因果关系嘛，遵守上帝祝福，无遵守上帝审判，总是我成长了后，我无要继续。受一个律法来扶持耶稣啊，所以信耶稣就是因信称义，绝对不是用因果关系好来行。所以咱的教会确实受到耶稣的欢喜，会当甲耶稣谈判来行上帝国的旨意。我相信咱会当行总会所教示咱的所推动的这101新北教运动。但教会过去到今，拢用一个新的什么策略来行。当然，策略嘛是重要，更加重要。耶稣教会是造成亚述的妖怪的所在，再怎么好的宣教策略，无多啦。只有造成亚述爸爸，造成亚述无继续妖怪的教会，再当做真好的宣告，请人记得。
主，感谢你通过你的话，互阮了解，是你捌妖哥，总是你的妖哥，毋是肉体妖哥，就是你看到圣殿无承担上帝旨意，无完成上帝工课。主，你通过这个你所看到的，互阮看到阮的教会，求你来帮助阮，互阮理解，这个教会是你奉主耶稣名照上帝旨意起的。我教会绝对袂当行圣殿所行的路，造成你的妖孽。所以阮伫遮真清楚，阮的目标就是阮的教会无设一个制度，就是含着主你的救恩的救赎。啊，阮信仰袂当永远起坐伫因果关系条件式的信仰的感恩，互阮会当学习怎样超越这个感恩，食做阮的得到救的根据。这是恁你采取互阮的教示，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照主你的教示在行。阮的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圣名，阿门。